哎，我老婆在现场，我老婆在看。我跟大家分享，看人夫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就是你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在另外一半身上，就是当你不是很想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不是很想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你又不想要让自己觉得就是你真的很难。我可以在这边讲我老婆的事情 ，like 收公开。你想结吗？我想结啊，我一直都很想结。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很像，虽然我是一个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粉丝，但我一直我看到那篇文，我有一种就是看着你长大的感觉。虽然你比我大了9岁，真的感觉是我看着你长大的。OK， 那感觉特别 bro， 从国中你还很就是很狂的时候，到现在是个成熟的男人，我真的觉得榜样，好赞。没事啊，等你啊，你不要急，真的不要急。对，当然当然，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急，这个就是。有点你会觉得好像差不多了，对，有点没事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对人生的体验的时候，就觉得该做的做完了，就是想要你知道 take it to the level， 所以很自然的。哎，我老婆在现场，我老婆在看，我跟大家分享，看人夫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就是。你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在另外一半身上，就是当你不是很想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不是很想做一件事情，可是你又不想要让自己觉得就是你真的很难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有个痘痘贴恐慌，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在香港的时候，我突然长了个痘，然后我想说，我长个痘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。因为正常来讲，我会贴个痘痘贴在上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他就，但是我没有，然后我就超级 freak out， 我塞，哟，我的，我现在没有痘痘贴怎么办？所以我后来发现，我应该要在我的那个冠喜包里面插一排痘痘贴在里面。哇，真的是超棒的，这种感觉真的是超级。You know, awesome, man. 我可以在这边讲我老婆的事情 ，like 收公开。